等哦，网络好像不太好。晚安 ，Hello 阿正 ，Hello 天竺鼠车车 ，Hello Geek，Hello 小黑黑，谢谢数学课本的一封信。氧气晚安 ，Hello 洛克 ，Hello 林阳，大家有没有为氧气系女友投票了呢？今天有那个发新的氧气系女友的宣传照，大家有没有投票了啊 ？Hello 小勋 ，Hello 吐司吐司 ，Hello 杨雄 ，Hello 思涵 ，Hello 高桥成 ，Hello。谢谢 Rock 的小雨滴 ，Hello 小翔 ，Hello Gek，Hello 天天 ，Hello 志伟哥 ，Hello 桃哥 ，Hello 微雨 ，Hello 船长，晚安世宏，晚安龙红 ，Hello 霍颖 ，Hello 安 ，Hello Ray， 今天那么快就宣传，没有，因为大家有贴，大家 Q 了氧气系女友，谢谢 Akira 的直播的守护灵，晚安志宏，谢谢。谢谢蓝椒的小雨滴，谢谢瑞荣的真情告白仪 ，Hello 默默，陈女士，久违了那个 高先生，高桥先生 ，Hello 冬梦 ，Hello 勇哥 ，Hello 七七八八，谢谢天竺鼠车车的我来签到 ，Hello 玄阳 ，Hello 英华 ，Hello 宝杰 ，Hello 加蛋 ，Hello 杨公公 ，Hello 亮。谢谢 Ray 的幸运四叶草，谢谢小雨的小雨滴 ，Hello Lam Lam 七二四，晚安 ，Hello Will，Hello 默默 ，Hello 小黑黑 ，Hello 一二三 ，Hello 博弈 ，Hello， 谢谢天竺鼠车车的我来签到 ，Hello Jessie 九九 ，Hello 加蛋 ，Hello 杨公公 ，Hello Get 不是秘书 ，Hello 瑞龙。三雷手，哎呦，后来才发现我讲错了啦！三雷手超远的，有几手好不好？氧气，氧气口误，氧气口误是有几手 ？Hello Marcos，Hello 毁回，小勋公园看了还想再看，下个月继续看呐、啊。Hello Gilbert，Hello Koichi，Hello Masanobu。Rekua 晚安 ，Hello Mohan，Hello Chris，Hello 叶问师，谢谢思涵 ，Hello 吕冠，晚安 Rekua， 中午过完还要去健身房，对啊，最近在那个急速减肥，对啊，看来真的胖了，也没有啦，就是微胖，微胖好不好 ？Hello 贤晚安，微胖，微微胖，微微胖。对啊，我最近其实吃蛮少的，我最近大概一天吃一到一点五餐，就是对一到一点五餐。最近少吃多动。对啊，戴口罩运动是真的蛮辛苦的。我那天刘海对不对？我那天刘海很厉害吧？我那天很满意我的刘海耶。Hello Martin， 是啊，那是哪个三雷手？没有，那是养微口误，微口误啦。微口误，谢谢贤 ，Hello 杨雄 ，Hello Iron，Hello Chris，Hello，Hello 代代 ，Hello 宏伟，好久不见 ，Hello Matthew， 哎，这怎么念啊 ？Matthew， 谢谢文琪的枫叶，我哪有胖了三公斤，没有那么多，好不好？你觉得我看起来像胖了三公斤吗？文琪好久不见，文琪好久不见嘞，最近好吗 ？Hello 善解人意。对，我那天没有刘海没有崩。对啊，我已经找到刘海的必胜秘诀。从你说了以后，三雷手就手外面，三雷手的手背范围突然扩大很多了。Hello 零一一二晚安。Hello 草莓奖。Hello 奇威。对啊，可是我还在吃水果啦，就是水果。但是我听人家说水果很胖，水果一样很胖。但是因为其实我已经一天只吃一餐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补充一点水果。对啊，为什么没有跳到毒蜘蛛？哎，我没有跳毒蜘蛛，这是一个人员的那个人员的安排。对啊，
人员安排，人员的调动安排，我一直以来都没有跳过独自住这首歌。对 ，Hello 蓝熊 ，Hello 卡丘 ，Hello 伟霆 ，Hello 小老鼠 ，Hello 一二三，伟霆晚安 ，Hello 飞镖，我跟胖不会有交集，我有啊，高桥先生，我有交集。健身餐觉得好吃吗？其实我一直都蛮喜欢吃那个健身餐的，因为其实我很喜欢吃蔬菜嘛，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菜的人，然后通常就是减肥餐就是健康餐啊，就是他们蔬菜都会有很多，就是像我蔬菜只要有一点点的调味，然后我就可以吃得很开心，所以我还蛮喜欢吃那个健身餐的健康餐。有举起来吗？当然有，我做了大概四组欸，做了四组那个动作，好不好？我那个哦，酱很强，对，酱是有一点辣辣的那一种，对，辣辣的那一种。尤其是看了搬家了，为什么勇哥看了搬家了之后 ，Hello 哈西桑 ，Hello 玉 ，Hello 艾伦 ，Hello Oco， 我不是重口味的吗？我是重口味啊，可是对，因为我很喜欢吃菜，所以对于菜我其实是只要有一点咸味我就可以接受的，对。谢谢小雨滴，谢谢盛汉小雨滴 ，Hello Eva，Hello 小老鼠 ，Hello 吃下，对，它是有点辣辣的，对，谢谢玉案的行李箱，而且他们的菜超好吃，然后他们的菜是那个菠菜，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那个你们知道大力水手普派吗？普派也吃菠菜，所以菠菜就是一个可以健身的菜，对。Hello 晚安小熊软糖 Hello 冰鱼，谢谢玉安的枫叶 Hello 史努比，谢谢 Jessie99 的真情告白，餐车更新了，我不知道，我最近还没有空点进餐车耶、欸、对，我公演完还跑去还债，因为我想说就是运动，最近运动一下。 Hello 逸晨，谢谢盛汉红玫瑰，哇我真的不知道耶、欸、Hello 数据门口中的柑橘，嗯Hello 土豆缺氧中 ，Hello 光一 ，Hello 西、啊、西瓜变西瓜了，西西 ，Hello 阿龟 ，Hello 泡芙大叔 ，Hello 培培，多了日本餐厅，我现在要去打开，我现在要去打开，等一下啊、哦，我现在要去打开，三年的。都是未完成的。我现在要去打开。在跑中。Hello 一杰 ，Hello 思源 ，Hello 志伟，我还在打开，等他一下，像还在加载中。一乐拉面，我妹好像有去吃嘞。Hello 微鱼 ，Hello 小梁，你的明天有多快乐？啊啊啊！等一下，哦。吓死我！我以为他要提供我免费爱心，无限爱心，送我。我已经，他说，他说您已经离开了23天，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是50颗钻石跟那个两个那个特就是特别道具。Hello 七刀代田 ，Hello 思豪 ，Hello 聘聘。谢谢 Ricky， 我看看哦。嗯，新又有奖励了，更新奖励50颗钻石。哇，等一下，新关卡餐厅第一拉面、刺身乐园、便当家园、炸虾宫殿，有4间餐厅哦，即将开启。新区域日本温泉区域即将开放重建，好棒哦，听起来好棒哦。完全呢、欸，我很喜欢的感觉。我看看，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好想玩哦！可是我最近很忙哎、欸，没关系，我还是可以找到时间玩的。
哇，好喜欢啊！等一下，可是我怎么看到只有一间餐厅啊？是要先破完才会移出去是不是？为什么只有一间啊？是，我看一下哦，你们都玩了吗？你们都进去玩了吗？你们都开始玩了吗？现在只有一间餐厅耶，是之后才会拓展出去是不是？哎，怎么一直送我礼物啊？谢谢小红续费一个月，谢谢小红续费一个月。Dear Chef, welcome back. Please collect this gift and start cooking now. Good day. 送我礼物哎 ，Lucky gifts。为什么一直送我礼物？因为我离开太久了，想要收买我的心。看看还有第二个，哦，他叫我 follow 他们的 Facebook。好的，不，没关系。好啦，我等一下再玩好不好？有空再来玩。我们控制一下，控制一下时间，好不好？我会找到时间来破关的。对 ，Hello 国兄，哎，不是，我不是说我不想，我不是说我很想聊餐车，那只是餐车刚好更新。Hello 初风 ，Hello， 谢谢 Daisy 九九的掌声鼓励，好好好，等一下再来玩好不好？不急不急，有的是时间，好不好？没事啦。我会找时间玩了，对，没事，慢慢破嘛，反正我现在他也才刚出四个关卡耶。谢谢玉续费一个月，你已经在赤身乐园了，你这个偷跑的人，偷跑就是他已经那个什么，反正他现在才多出了四个关卡，我破太快也不行，我要给他一点时间慢慢来。没事，谢谢吉米周的掌声鼓励。Hello， 哈西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手游副歌难秒，不是，我只是碰巧，好不好？哎呦，网络不稳，碰巧而已。疯狂餐车 ，Hello， 志宏 ，Hello， 开心 ，Hello， 欢迎大家 ，Hello， 福福猫 ，Hello， 燕，是不是卡住了？默默，你也偷跑了。你们这些人，是不是你们这些人？谢谢 Hello 小文，最支持 SS。谢谢 Hello 小文，最支持 SS。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很想要超过我啊？你们是不是就很想超过我？所以你们就跟玩，感觉好久没卡。对啊，自从我家就是设备升级之后，就比较少卡。数不清的泪，我也哭了好几回。Hello， 袁公公晚安。沉淀停留在这片落叶，被风化的雪。谢谢光一的枫叶，晚安 T 恤阿翔。我用尽一生的思念，只为等着你。谢谢秘书的吻手礼，很难赶你的进度。我现在已经不是氧气系女友了，好不好？我现在已经是出门型女友了，所以你们现在很容易就可以超过我。谢谢邦伟的吻手，邦伟的吻手礼。特别远，曾遇到光线。看见某年某月，我们之间曾经。公园比较累，还是慢？还是什么？还是健身比较累？不同的累法。公园的话是全身都累，身心灵也会疲劳，因为毕竟紧绷一整天嘛。啊，健身的话是像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的那个大腿跟屁股就超级酸，就是觉得哦好酸哦，就是走路会感觉到酸，就是因为健身是有练，就是。特别就是有练部位嘛，就是譬如说我今天练腿啊，我今天练就是肚子啊之类的不一样，练手之类不一样，所以健身是固定的地方会酸痛，对啊，所以是不同的累法，对。我认真做好不好？我超认真做。Hello Best， 我要练翘臀吗？我没有啦，我就随缘都可以，看那个 Pita 哥哥。要练哪里那样子？那天主要都练腿吗？那天练了腿，还有我其实也不知道，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动作是练哪练，
啊，练有练肚子，然后有练腿，然后还有练那个那个叫什么屁股吗？我也不知道哎、欸，其实我不知道，对。昨天晚上去练感觉超累，对呀、啊，可是我后来想说就是要所以因为之前就是在家躺着太久了，所以就是感觉要出去做一点运动，所以我就出门了这样子。对啊，其实皮塔哥哥好像都有讲，只是我忘记了，我只是很认真的在看他就是示范动作是什么。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健身其实动作正确很重要，不然就会伤到比如说伤到膝盖啊，或是伤到就是练到不该练的地方这样子。对啊，所以我都在认真看他的动作，他就他有说譬如说哎、欸、那个膝盖要怎么样啊什么什么。Hello 伊犁 ,Hello 婷宇。谢谢 Ray 的一封信 ，Hello Louis， 谢谢 Ray 的行李箱 ，Hello 阿正，怎么还没找到歌词 ？Hello 家君 ，Hello Plus， 哪有？我跟你说我的体脂比我妹还低，对我体脂比我妹低，找不到歌词。是谁的心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凝固那一句话好吧找不到歌词算了妹妹常去健身吗妹妹一个每个礼拜都会去一次对晚安苹果妈晚安灰仔体重是女人的秘密灰仔体重是秘密不能那个不能告诉你是秘密我胖瘦其实真的只是些微的一点变化，我其实看不太出来我的体重有变化，我自己觉得是一点点而已，但是可能是因为，就我觉得就怎么说，就我觉得我都长差不多，对啊，除了那个脸胖瘦胖多一点少一点肉这样子，其他没什么差。这个是黄色西瓜，对。李怡姐根本就是那个，也没什么观察，我就说我胖吧。哎、欸、哎、欸，那个谁 ，Ricky， 我也想说，我看了影片，然后我也想说，哎、欸，我在哪里？我之前看影片，我想说，哎、欸，我在哪里啊？就我发现 Daisy 很少人那个 ，Daisy 很少有染头发的人哎、欸。然后发现 Daisy 好多黑发的人，然后我那时候看我们那个练习影片啊，我也想说，哎，我在哪里？就是除了身高以外，真的找不到我自己。我好不习惯我黑色头发，然后我突然想说怎么办？我是不是不应该黑色头发？可是我又听到很多人说，就是觉得我黑色头发变年轻了啊，就是逆龄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很不好找，所以我真的有在想我要不要去挑染。我最近有在想说我要去挑染，因为我真的找不到我自己。然后我就想说这样好像不行耶，所以我正在想说要不就挑个几根那种，或是挑下面一点，就是这一 part。对，所以我最近有在考虑要不要挑染。对，
真的，我好不习惯自己黑头发，我自己都没有办法习惯这件事情。又要挑红色吗？你觉得很好看？我是不会全染啦，因为这样太伤头发了。但是我又想要挑染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找不到我自己耶。对，真的我真的很有点黑耶。对啊，我要挑染，我想去挑染，但是我最近在想我要挑染什么颜色，因为我觉得黑发然后挑红色会不会很冲突啊？因为很头发，但其实那个什么，其实我头发有变浅耶，你们有看出来吗？其实它有变浅一点点，就是它的棕色系有出来一点点，对，只是还是看起来还是黑色头发，就是，但是是有变浅的，其实是有变浅，稍微变浅，只是看起来还是超黑，所以我真的想去挑染。可是呢，我最近我还是想要挑什么颜色，因为黑色我很怕有点太冲突。有没有人有想法要挑染什么颜色？这么黑，对啊，这么黑的唯一好处就是是去找第二家挑染。我知道，我会去别家挑染。这么黑的好处真的就是很常洗头我最近真的每天都在洗头，everyday 洗头哦。Hello 水锤，紫色听起来好像不错紫色跳奇迹不会找不到，奇迹也才三个人跳，怎么可能找不到？紫色、红或橘，橘我不太喜欢，因为那个橘色我怕会显黄，因为我其实没有很白，所以我不太染，不太敢染橘色。粉红色蛮可爱，可是黑发配粉红色会搭吗 ？Hello 杰利鼠，你每天洗头，我也每天洗头啊。Hello 朱莉恩，我最近也每天洗头啊。朱莉恩晚安，哪有奇迹都快找不到，哪有那么夸张啊？没有，我挑染的话，我想要挑染比较明显的，就像我妹有说她也有挑染，就是。我妹说她有挑染紫色，但我自己是觉得看不太出来。但如果我想去挑染的话，我就想挑比较明显的颜色，因为我都已经要避免找不到自己的状况了，所以我是想要去挑染。对，一撮白色，白色哦，白金色，我生平从来没想过要染金色头发从来没想过。什么？你们也是认身高才找到，有这么悲惨吗？樱桃红，樱桃红听起来不错那个左边蓝，右边红，感觉有点不行有点太多了只能一个色系不然感觉有点太多了。不知道我还没有想法，我是还在研究，因为你们知道，通常黑色头发不太会挑染我怕太突兀啊。对，蓝色深蓝色，深蓝色不就看起来很像黑色吗？那不就有挑染跟没挑染差不多吗 ？Hello 小叔，谢谢 Ray 的一封信，谢谢 Ray 的一封信，要花一点时间，我自己也觉得自己不见了，我想说，我在哪里？我在哪？就是哪个是我？就瞬间有没有什么转圈的动作？哪个是我的那种感觉？超，我自己也有这感觉。对，应援色，蓝绿色吗？可是蓝绿色好像很难 长出来，好像很难调出来。海风身法好好看，可是我真的听到很多人夸赞我深色头发。对啊，所以我就很矛盾，我就是有一点矛盾，就是那个。因为大家普遍又觉得我身法还蛮好看，可是同时又会消失不见。对啊 ，Hello， 下次过年之前要解决这个找不到的问题。谢谢 Oco 的行李箱，极度缺氧。谢谢 Daisy 九九的紫普的守护灵，谢谢 Daisy 九九。海风身法不是变成熟吗？零零的保温瓶身法消失在人群。对啊。谢谢四小棒棒的告白气球，谢谢四小棒棒的告白气球。你知道我们早推的感觉？我好像知道了，真的是不见了，还是我染个金色？好奇，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染金色我从来没想过，不知道，我要想一下。
我这样，我一开始是想说，像我屋后的时候，不是有挑几根吗？这里挑几根，但是那个挑几根的话，就是万一深色的头发长出来，就会很明显。然后我就想说，Hello 修明 ，Hello 双眼 ，Hello 小亮，蓝一点点就好，蓝一点点。反正后来我想说，还有，因为现在有两种挑染嘛，就是这种这样一撮一撮的挑染，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怎么讲？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想象，就是只染下半部，就是渐变的发色，就是下半部会变另一个颜色。对，然后我现在正在想这两种。然后我个人是觉得下半部染会比较好处理，因为头发新的头发长出来也不会说很怪，就撑的比较久。对，发尾染就是只染发尾。Hello Jack， 对我现在比较倾向是想要只染发尾，对。但是问题是我还没想好要什么颜色，对。一天过了一天。Hello Killer， 建成，对啦，反正我也不能自己决定，没错，反正我也哪一种比较贵，我也不知道哎，要问问看才知道哎，我不知道哎，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做过挑染这件事情，因为我上次挑染它是跟那个染头发放在一起，我没有做过只挑染这件事，对。爱我的话要回答，你等你一句话，你走太远，你的回答听不见。一天过了一天，只要显眼就可以。你们觉得我真的太不显眼了，是不是？谢谢默默的行李箱，你们是不是找不太到我 ？Hello， 汤姆猫，太亮色会太充足，太暗色我看不到。对啊，太亮色也会蛮，也是蛮冲突的。对，因为头发很黑，所以也不能染太亮的颜色。搞不好我直接问那个，问那个，哦，谢谢夏令营背包，谢谢。我身高很吃亏，谢谢 Steven 的枫叶。用对方法是指找直接找最矮的那一个吗？谢谢安的一封信，谢谢安的幸运事业草。哎，我真的不怪你们，好不好？因为我自己真的也找不太到，有时候我一瞬间也找不太到我自己，我也有点不习惯这件事情。对，我真的不怪你们，真的，你们放心，我没有怪你们，没事的。谢谢杨公公的红玫瑰。好 ，OK， 这样不行哦，这样我就要生气哦，开始担心，担心什么？Hello 红毅 ，Hello 瑞龙 ，Hello 新风红发，是不是我很适合红发、啊？没有说找很久。找了一分钟，发现没有你。对啊，没有我，独蜘蛛没有我，我没有跳独蜘蛛。Hello， 志伟哥 ，Hello， 思源 ，Hello， 暖，哎，是你爱神史屋 ，Hello， 来播一首那个。谢谢冰雨的红玫瑰，谢谢冰雨的红玫瑰，谢谢 Jessie 九九的真情告白，谢谢 Jessie 九九的真情告白一，还是要等头发再浅一点再看看，啊，我不知道哎，头发还会再浅吗？我觉得还会再浅，可是可能要好久，因为我是什么时候染头发的、啊？我是八月初染的，然后现在已经八月中了，通常。差不多已经要褪色了，对。
Hello 是呀 ，Hello 杰利鼠 ，Hello 日红晚安 ，Hello 安 ，Hello RTY，Hello RTY， 挑懒要破费，对啊，挑懒要破费了，破费又要再破费，谢谢上海的小雨滴，没事啦，如果懒出来是好看的，我就觉得值得，对啊。奇迹，你喜欢奇迹和梦之中，谢谢天竺鼠车车，没事，你因为你想说那个，你要想就是。那个黑发大部分还是好评的，黑发其实对大家来说是好评，然后只是找不太到我而已。但是如果我再挑染一下，就是建构在我是黑发的状态下，然后挑染一下，让大家可以就是比较容易找得到我，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对啊，谢谢数学课本 ，Hello 浩伟 ，Hello 红 ，Hello Frank。就是那个选举投票歌，那个宣传曲，选举宣传曲。谢谢 Oco， 该长高了，喂，长不高了啦。Hello Chris， 谢谢杨公公。我要用麦克风唱选举宣传曲，对。一直看我快踩到披风，我是真的不会踩到披风了，怎么喘这么夸张？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不喘了，大家。但是，我就是我不知道哎，为什么我那么喘？因为老了吧？因为我老了吧 ？Hello 英华 ，Hello 海豚，我的哎，你看我那天隔壁，等一下，先暂停。我那天那个隔壁那个妮妮，她才16岁，我26岁，我们差了10年呢、欸。我们体力怎么可能没有落差？当然有落差，怎么可能没落差？请大家体谅26岁的人，对，请大家体谅一下，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好不好？大家不要忘记我的名言了，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差10岁，对啊，差10岁哎，能没有差吗？各位，好，可以播了。喂。如果你爱我，你会来。哎，不对，我要改歌词，等一下，是投票歌嘛？投票歌。来这一刻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投票给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2022年历选举的主题曲，选举之夜，选举主题曲，对，有故事是不是？谢谢冠德，谢谢 Jessie 舅舅的掌声鼓励。哎，那你叫李姐连跳四首试试看，连跳四首超激烈的舞试试看。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吐司真情告白。越来越冷的爱你，我快不能呼吸，我想要你啊，来这一刻氧气是你。
情女友也是会缺氧。没有啊，我不会缺氧，我是氧气机。你爱我，你会疼给我，你会知道我，快不能活。如果你爱我，你会。Jojo 的麦克风 ，Hello Sally， 邀请一想天开大家看公演吗？没有哎、欸，我没有邀请大家看公演，我是不是应该邀请大家看一下？我没想到这件事，谢谢掌声鼓励，谢谢阳光掌声鼓励，谢谢四眼掌声鼓励，谢谢冰雨掌声鼓励，谢谢吐司掌声鼓励，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谢谢福福妈掌声鼓励，谢谢洛克掌声鼓励，谢谢瑞阳掌声鼓励。大家不要，大家记得不可以光掌声鼓励，大家记得投票给我。这首歌叫。氧气是范晓萱的氧气，人活着来着一口氧气，氧气是你，如果你爱我，你会都给我。工作小二会隔颗粒，对啊，这首歌就叫氧气。我自己看回放也找不到自己嘛，说实话我自己看回放，我当然比你们快可以找到我自己，毕竟我很清楚我自己这时候应该在哪里，但是有时候一瞬间我也是想说我在哪里，真的是一瞬间，对，一瞬间，好不好？晚安黑流星。但是我自己觉得说，如果我都会有找不到我自己的状况出现，你们肯定也是更容易有找不到我的状况，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我要正视一下，就是怎么说正视，就是好像我要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回音太大。嗨 ，Hello 托鲁江 ，Hello 金米泽 ，Hello 北原。快乐开始都有了想象。啊，按到了，喂喂喂喂，啊。等一下，喂，又变失原声音了，喂，喂，喂，是我吗？嗨，啊哈 ，Hello 回回 ，Hello Rex， 失原出现一秒钟，因为我失原的声音了，不可以偷看其他人啊 ，Ricky， 按到了，我这。容易按到，我要转到另一面。沉淀慢慢一点点发芽，快乐开始都有了想象。对，真的要正视，我真的有在正视，我在想要正视这个问题。对 ，Hello 林果，对我也觉得黑色是蛮好看，而且就是很搭很多衣服嘛，就是衣很好搭配衣服。可是呢，真的是。不行，尤其是我们很多衣服大家都长一模一样的时候，真的是不行。对，我要正视这个问题。好，城市光合作用的模样，幸福开始组装。西安我有编头发、哦，我公演的时候因为要假发饰，所以我的这边会绑一个辫子，但是。看不太出来，因为一片黑，乌漆嘛黑。对，乌漆嘛黑。你还愣了一下。喂，林果，你不是有看我直播吗？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染黑发了呢？林果，你怎么会找不到我呢 ？Hello， 晚熊先生 ，Hello， 阿鱼鱼。好了，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怪你们，因为我自己也有就是惊到，好不好？就是应该是说我太久没有黑发了，就是我有染头发的这件事情，我有染头发这件事情，就是给大家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突然间变黑发，真的会觉得这个人不是我，我真的懂大家的心情。然后那个谁，就是工作人员一直
觉得我黑发真的很像研究生，就是怎么办，就是我太年就是童颜了，真的是哇，真的长太没办法，长太童颜了。那个什么，我也不是想要这样子，但是真的被很多工作人员说很像研究生，就很像年轻的小妹妹，就是很像年轻小妹妹，我真的是没办法，唉，太童颜的坏处。对，哎，不是啊，我是真的被说很像研究生哎，大家都想说，就是大家会一直觉得，大家都一直觉得，就是我看起来很像什么学生之类的。但我觉得是因为我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染黑头发，我之前有染深一点，可是没有到这么黑，就是对，还没有到这么黑的头发。对，好，没有趁机说自己年轻啊，我是在阐述事实。对啊，我很同意。喂，什么身高？真的蛮像。对啊，是不是？对啊，林果才18岁。Hello， 可乐王。对啊，记忆中的你们，记忆中的我其实都是有染头发的，我能理解。想你有时会这样，嘴角不自觉上扬，这是不是头掉的现象？胸口微微的发烫，想你有时会这样。脸红呼吸不正常，这是不是头掉的症状？不知不觉又缺氧。今天是一系列氧气歌吗？也没有啦，也没有那么多首歌有提到氧气，你们不要误会了。对对对，光影我有看出，但是不够明显，因为黑发就是还是都是黑发。Hello， 伟林，没事啦，我先想一下要挑染什么颜色，好不好？拯救一下我自己。夜里满园的茉莉花香。对呀、啊，透露讲，我真的能懂大家对我没有黑色头发的印象。对，我能理解。旋转木马前那个广场，爱情开始滋长。想你有时会这样，脸红呼吸不正常，这是不是头掉的症状？不知不觉又缺氧，无法移动的梦想，就算没有人鼓掌，也不会受伤，不会坚持的信仰，心穿越撞墙，在你的身旁。想你有时会这样，嘴角不自觉上扬，这是不是走掉的现象？胸口微微的发烫，想你有时会这样，然后呼吸不正常，这是不是走掉的症状？胸口微微的发烫，不知不觉又哎，刚刚那个快猜的是对不对？哈，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谢谢 Ray 的掌声鼓励，谢谢崔子子的掌声鼓励，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谢谢福福妈的掌声鼓励，谢谢数学课本的带我走，谢谢快猜。四季总给你更好的。谢谢林果告白气球，谢谢林果的告白气球。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是快猜达人，大家都说我戳的鼻子不会痛。重点是我那天帮大家快筛，我帮 Daisy 的大家快筛，我大概帮了大概4-5个人，对，我大概几乎快要全部人，之后搞不好全部人我都会帮他们筛，对对对。
公演能够戴发型做的漂亮很少。对，公演是公式发型哦，公演是公式发型，也不是我全部都是我搓的、啊，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有些人已经搓完了，对、啊、他们没办法享受我的服务，对。下次公演前会去染吗？尽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叫什么？尽力解决，对，努力排解，对，我会努力解决这件事情，好不好？希望我可以，目标当然是希望下次公演前可以搞定。对呀、啊，马蹄晚安，不是啦，因为真的啦，就是他们说我真的搓鼻子真的还好，就是我技术快很准，对。我技术真的快很准，要快塞是要狗腿，不是啊，他们不是我逼他们给我塞的，是他们自己说，那我要，那你帮我，那你试下帮我那个，试下帮我塞一下，对啊，又不是我逼大家的，对不对？我是觉得说都可以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因为他们有些人是没有勇气戳下去，我很能懂这个心情，毕竟我已经也塞了两次、三次以上，对。西亚刘海那时候该剪了哈，我刘海变太长了。放心，我下次的刘海一定也会很完美无缺的，我会一直狂喷发胶。Hello， 静莹，你也要快塞？你怎么你又不用快塞？你们平常要不用快塞 ？Hello， 0112，对，我是快塞大师。最怕空气突然。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搅动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我可以打疫苗了吗？我还没有，虽然说打疫苗的话，我应该是全团第一个可以打到疫苗的人，但是我目前还没办法打疫苗，对，还没到我。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全身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跟诗雨应该是同一批人哦，对对对，我跟诗雨的年纪会划分在同一类哦，我跟诗雨都是同一批第一个达到的人。对，你的怀疑突然模糊了眼睛。打疫苗要有心理准备，我现在还没有想那么多哎。说真的，我觉得打之前好像真的会紧张一下，毕竟就是没有过的事情，感觉会蛮紧张的。对，你还在等通知，我也在等通知。Hello， 保罗 ，Hello， 可乐王。你的旅行在空留下最痛的纪念品。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不过我是属于那种，我不会太提早担心的人，就是等到快到的时候我才会开始担心，对，我不会在平常就是找烦恼给自己，所以我就是等就是要打的前一天我再来担心。对，谢谢 Kilo 的枫叶。 Hello 四红，像我爸妈也打完了，他们也是熬过来了。对，那么甜那么美那么相信那么疯那么热烈的曾经，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过得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想你，
普拿腾有，我妈有买普拿腾。Hello 博嘉 ，Hello 洛克 ，Hello 就是那道光，爱是一道光，爱是每一秒。谢谢吐司吐司真情告白，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谢谢秘书的 kiss 啾啾，谢谢 Jesse 九九的真情告白。狂灌水，对我有听说要多喝水，就是我有听说就是一定要多喝，就是一定要喝很多水，然后尽量就是睡觉休息。哦，怎么还没看完？最怕此生已经真心自己过，没有你却又突然听到你的消息。谢谢 Ray 的红玫瑰，谢谢 Ray 的红玫瑰。Hello， 夏鲁，没有，我刚刚以为这首歌已经要结束了，结果没想到这首歌怎么这么长，笑死。好，下一首。要先有一秒才答。对啊，我还没。谢谢谢谢保罗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保罗来看我的公，来看我们的公演。Mina 哭爆了 ，Mina 怎么了？打完隔天最好是安排休息日。对啊，我其实没办法想象，如果打完隔天还要工作，欸，那个真的是无法想象。因为怎么说，就是你打的会有什么反应，你自己是完全没办法预料到的嘛。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休息，那也太惨了吧！就是哇，我真的不能想象。所以拜托，就是大家那个打疫苗隔天一定要休息。冰鱼公园全场感觉好棒，谢谢冰鱼。Hello Eddie， 我很想打疫苗吗？欸，我其实就抱持着一个平常心啦，就是会就是轮到我的时候我就去打这样子，我也没有说就是什么，就是对啊，我就平常心啦，我就没有想太多，我觉得这个东西就顺其自然。当然如果轮到你可以打疫苗的时候，你们就是要去，你们就是那个，你们就是要赶快去打，对，把握机会，对对对。后来才发现裙子没脱掉，对 ，Mina 后来发现裙子没脱掉。现在出去门口中的感觉，告白气球，告白气，谢谢告白气球。Hello Stubby， 我会在意哪种疫苗吗？我不知道哎，我其实就打到就好，就有打到就好。Hello 红旗 ，Hello 贝贝 ，Hello Stubby。对啊，有打就行了。对，想念如果没有声音，但是 ，Hello 大黄哥 ，Hello Jesse 九九 ，Hello 亮，有的打就好。对呀，裙子不明显，其实我一开始也没发现，我们后来突然间结束之后才发现，怎么 Mina 是这个裙子？但是没事啊，就是吸取经验，下次做得更好。对啊，没事啊，事情已经发生了，对吧？我们就是想于事无补，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确保下一次能够做得更好。对。开始期待九月公演，林果期待林果，谢谢林果。大家要来看九月，大家都要来看哦，好不好？线上公演。我也不知道九月到底是什么状况，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级数啊？二级、三级？现在是这次没学术局主，那期待高潮先生下个月的研究哦。这次是什么？现在是什么？确定线上吗？我不知道哎，我觉得这是要看法规，这叫法规吗？我觉得是要看那个规定哎。现在是什么？2.5级，为三级啊？为二级？怎么讲？为啊？就2.5级，这个还是要看规定吧。就是跟着，毕竟我们不能就是做，我们要配合就是那个防疫优先啊，所以我们就是。应该是看那个防疫规定吧，我也不知道哎。现在的现在公布到的日期还没有到九月吧？现在还到那个八月多吧？是不是？谢谢勇哥。现在公布到是几月几号啊？就是好，隔壁没听到，好小声。现在只到8月23号，现在是8月10
六号，八月二十三，现在只公布到八月二十三号。哦，那就是现在还不能预料九月的事情。Hello， 本人。对啊，因为你看这种事情，他总是要等他宣布才会知道的。对啊。Hello， 瑞瑞瑞，我们家布谷中在叫。对啊，十点了，我们就是一切都是防疫优先啦。对啊，虽然说大家是很希望能够跟大家见面，就是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那个就是现场见面，就希望能够有一些活动可以跟大家互动，但是就是防疫优先。对啊，因为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怎么继续下去呢？对不对？健康人生是需要健康的身体的。谢谢北元的掌声鼓励，谢谢北元的掌声鼓励。但是当然是真的让我选的话，真的是还是希望就是现场的大家会在，因为现场有粉丝，就是当然我可以想象说线上大家都在这件事情，可是那个现场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嘛，对吧？就是现场的那个最直接的那个互动反馈，对，人生需要氧气。现场打 call， 对，现场打 call 会很嗨。现场打 call 的震撼度就是蛮厉害的，对，线上一起顺便，这个就看之后的规划了。对呀、啊，在你眼中有的，而且你们知道镜头都会放大，所以我们本人比较瘦。所以我本人比较瘦，想说本人比较瘦一点哦。回应我一个笑，我点头牵着手，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大声说出你所有感觉，别再紧紧关在只有自己。谢谢冠德。哦，大家解封的那一天，对啊，你们解封的那天要用力的喊出来，可以放机器人。能不能再勇敢一点点？就算让我知道我永远只是单恋，我也会唱着感谢，笑着和你说再见。舞台妆看得很清楚，我那天的妆化的还行吧。对啊，那你们应该可以感受到我皮肤还不错。你们应该有感受到我皮肤还不错吧。Hello， 一生之名。Hello， Fly。怎么好像我一直在称赞我自己？不行不行，我不是一个这么就是那个自满的人。没有没有没有，我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对，看得出来有浓。我觉得我觉得镜头前其实镜头多少会吃妆，就是所以我们大家应该都有化比较重一点，因为就以前的经历来说，就是镜头上看到的就是会比较淡，就莫名其妙的淡一点。对，想你要多些回应我一个笑或点头全接受，能不能再靠近一点点，大声说出你所有感觉。你不要想找出我，没关系，我会改进，好不好 ？TA Panda， Hello。特写有时候反而会觉得有点浓。对啊，可是就是好难去平衡哦。那我下次再化淡一点好了。我下次再就是变淡一点点，因为很难抓哎，就是谢谢 Oco 看一个小时。谢谢TA Panda的小雨滴，谢谢令国的小雨滴。因为有时候是就我们以往经验来说，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看一些什么，就是我们在摄影机，就是可能节目啊或者什么的，然后我们就觉得，哎，今天的妆好像有点太淡了，就是今天的妆好像有点奇怪，就是过往的一些就是经验来说，舞台妆，对啊，因为舞台妆是浓一点比较好，因为毕竟大家没办法就是。舞台妆讲究的是那个效果，对，我可以素颜，我不能素颜，大家真的哦，素颜，如果我素颜，大家应该马上找得到我那个长得最平淡的那个。Hello， 小薰，晚安。Hello， 流浪到屏东。Hello， 呛辣咖喱，对啊，希望九月线上，如果线上，希望我们跟那个导播还有那个镜头
那个游击大哥培养出那个超前，不是超前，超绝默契。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谢谢益生菌的真情告白。Hello 日红 ，Hello Emma， 感觉是灯光问题。哦，远的看起来淡，近的没灯光小姐就哦，对耶，因为光很容易吃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那个光是很容易会吃掉妆的，就是以往的经验来说，只要打强光下去，那个你的眼妆可能就超淡，但你明明就已经画了超浓。对，讲油肌都想到油肌，油肌就是那个油肌，油肌大哥。谢谢塔维特啦，买票买票。哎，第一个是我不好吗？高桥先生，高桥先生 ，Hello， 科科小王子，晚安家居 ，Hello， 小薰晚安，波哥哥，播什么歌？第一组有点吃亏，后面越来越厉害。经验的成长，大家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游击大哥的成长。大家要推游击大哥了吗？Hello C O C O， 导播看清一些镜头。哎，对，我在想讲一个很糗的事情，就是我有一句那个星空的错误，有一句是怎么连我都能忽略，那个那是我唱歌怕嘛，然后那时候游击大哥就在我的左斜前方，然后呢游击，因为你们，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啊，就是我们不会知道他们现在是用哪个镜头嘛。谢谢宗颖的心路历程，谢谢宗颖的心路历程。然后但是他们都是在拍的，就是基本上除非他在旁边休息，不然他就是，除非就是没到他，不然他就是有在拍的感觉。对的，他就是这样子拍。然后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他就一副很像在拍我的感觉。谢谢 Jesse 九九的戳戳你啊，谢谢 Jesse 九九戳戳你。对，然后我也觉得应该是在拍，应该在用这个镜头，所以我就很有自信的跟那个游击大哥放电，怎么连我都能忽略之类的。没指示灯号，我们没有指示灯号，我们真是没有指示灯号，我们不知道哪一期正在运，就没有红灯，不会亮灯啦。然后就是我就是很开心的这个怎么练，然后我就唱了大概两句吧，然后游击大哥他就这样拿着他的摄影机，这样，反正他就跟我说看另一个看另一个，然后就怎么，然后就心里头就啊，心里头就有点哇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赶快转向另一边。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动作，就是原那个现场荧幕显示现在拍画面吗？现场没有荧幕显示，应该是说他们看得到，我们看不到。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个呵呵投阅率才棒，现在就办呐、啊！保罗，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投给养生系女友陈思雅。你今天办会员，隔天拿到，不是，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拿到，马上之后拿到那个会员卡的那个什么叫什么编号，你就可以投票了。对对对，对，有说过类似的。因为其实大家都会不知道，大家都会猜，游击大哥暗示我，游击大哥听导播 Q 嘛，他知道导播没在用他的镜头。对啊，对，今天要办，下周才会拿到，还不赶快去，8月25号，各位朋友们，各位氧气系女友的朋友们，快点去办会员投票啊！谢谢保罗，谢谢保罗，我会给你氧气的输送。人活着来着一个氧气，太着重游击会不会影响舞蹈整体性？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多少有一点，因为像当游击来的时候，游击在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多做些什么，就是。譬如说可能你舞蹈动作可能是这样，可是你这样看游击就很丑，但你可以转过来一点，这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嘛。所以说怎么讲，就是导播要切得好。对，就是导播要切得好。因为怎么说，我觉得线上公演的一个大看点就是可以看清楚脸吧，因为现场有现场的临场感是很棒的，但是现场的那个
现场就是再怎么近就是那个距离，所以你再怎么近就是看不到，其实看不太到脸，除非你拿望远镜之类的，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拿望远镜，所以线上功能的好处就是可以看清楚表情，所以我觉得特写其实对线上功能来说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有时候跟那个游击的互动是可以的，但所以说就是那个默契需要好，就是就是导播要知道导播跟成员们的默契，也不是，我也不知道，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可能是原力，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对啊，就是如果譬如说你现在在用这个人的游击画面，那你就是要切，不要切远景，就是要切近，就是游击的画面嘛，然后你切回来之后那个人知道你，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灯蛮重要的啦，对啊，说真的有灯蛮重要的，下次局会吧，对，我希望我们下次可以更进步，其实这次我觉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就是希望下次我们更熟悉，因为我们这上次是第一次嘛，就希望下次更熟悉这个游击大哥还有摄影机大哥还有导播大哥的运作之后，对啊，谢谢 Alex 的掌声鼓励，对啊，我们没有闪，我们是没有灯的，对，谢谢天竺鼠车车的看好你哦，晚安黑流星 Hello 两斤柑橘 Hello 罗侯 Hello 瑞龙，播个歌，突然间好安静，最怕空气突然安静，要播什么歌？Hello 罗侯，谢谢刚才传的，看好你哦。罗侯晚安。Hello 玉峰，等等，要播什么歌？谢谢 Jesse 九九的真情告白，谢谢 Jesse 九九真情告白一。福乐顶级希腊式优酪，美味无加糖，多50%乳蛋白。补给力加强，每杯不到120大卡。谢谢塔皮太阳的真情告白，谢谢塔皮太阳真情告白，谢谢柔和的掌声鼓励，谢谢柔和的掌声鼓励。谢谢 Neil 的吻手礼，谢谢 Ricky， 谢谢 Neil 的吻手礼，谢谢玉安的掌声鼓励。哎，我播这什么？我播是这首歌。我刚才想说，我按了什么歌？Hello 飞镖，谢谢飞镖分享直播，谢谢高桥城。而此刻地球只剩我们而已，你微笑的喘息中勾着我的心。Hello 雅树 ，Hello 若依 ，Hello 柏林。Hello 朱雪城，拉票照片很漂亮，科科小王子，那你要不要投给我？给你氧气哦，科科小王子，谢谢大家喜欢我的居家女友的，大家可以投票给氧气系女友。谢谢告白气球，谢谢告白气球，谢谢欢迎关注小雨滴，谢谢 Sam 的告白气球。不用分离，美好爱情，我就爱这样贴近。哇，这个麦克风还会那个逼哦，我以为这麦克风不会逼耶，原来这麦克风还会逼。投完会缺氧吗？不会，投完会充满氧气。对，你生气故意闹脾气，你的紧张在意让我觉得安心，就爱这样贴近，因为
缺氧了，唱完这首歌要缺氧了。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谢谢羚羊的掌声鼓励，我真的要缺氧。谢谢 Rook 的告白气球，谢谢 Rook 的告白气球。哒哒哒哒，谢谢 Hello 的柳王，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谢谢小白的掌声鼓励。谢谢阿顺的掌声鼓励，谢谢吐司吐司的真情告白。什么歌词啊？哇，没有歌词，没有歌词。我记得下面有。一个人的沙发上，谢谢柏林的掌声鼓励。起身才看见孤单的形状，在空气里曝光。明明是咖啡不加糖，怎么喝还是暖洋洋？你不在的天气穿了开关，碰到天亮就黑暗。我以为爱只善良，现在剩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我还懂不懂飞翔？我看见爱只在闪亮，想逃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场事情的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谢谢一川俊的，谢谢月月草 ，Hello 如梦似幻，沙发哑铃鼠，Hello 土豆 ，Hello 空叶。一杯咖啡不加糖，谢谢一川俊的一封信，还有幸运四叶草。哎，对啊，我的脸是不是变瘦了？大家，你们感受到我急速瘦身的效果了吗？是不是 ？Hello Steven，Hello 袁凯。我以为爱只善良，现在剩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我还懂不懂飞翔？我看见爱只在闪亮，想逃的心改变了方向，只因这场事情搞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不是啊，我健身是那一天，但是我已经急速瘦身大概一个礼拜了。我哪有啊，瑞？我没有调，没调。意识里爱情过不完，怎么转才能离开现场？如果我承认伤。我没有开，我真的没有开。你们要看我开瘦脸，我可以开瘦脸给你们看。谢谢空叶的红玫瑰。现在剩一个人坚强，想念在手中张开变翅膀，我还懂飞翔。我看见爱只在闪亮，想逃的心改变方向，只因这场事情搁太悲伤，才让一碗热汤红了眼眶。哎，我可以开100啊，我看一下哦。我会变外星人呢？怎么看啊？怎么开啊？看一下，在哪里啊？好，我开100哦，准备。等一下，哎，超像外星人了！等一下，这是谁呀？等一下，太像外星人了吧？这个下巴也太尖了，等一下。我不要变大眼。
这个100%外星系偶像。等一下，我先调回来。哇，太可怕了，我太尖了。等一下。太可怕了，好可怕！外星系女友变成外星系女友了，不是，是氧气型女友，好不好？所以说你们不要再说我脸胖了，不然我就变100%脸，小脸磨皮全开，哎、欸，就变成那个了吧？那叫什么？这是什么？那叫什么？蛇？有个这样红的女生，哎、欸，男生。然后他不是就是修图都修下巴很尖，对对对，哦对，蛇精男，对 ，Hello Alex Lee， 嗯，一张张相片只是小脸系男友，超可怕，不行，我跟你说，什么事情都适中就好了。九月工友在确认吗？说好哦，谢谢易全俊，等你九月确认，感谢我付出，不客气啊，不客气啊。偶尔给你们一点素材啊，不然你们就是没，你们会无聊，对不对？看我对你们多好，贴心，体贴。美白我有开吗？我看一下，我其实没有太注意，我看一下我有开美白吗？美白哦，哎，我有开美白耶，我看一下，如果我没开美白是怎样？不是吧？这是灯光。等一下，我本人也不长这样啊。这个是灯光的，这是灯光的亮暗吧？等一下，这个是灯光，这不跟我本人的事情吧？这是亮暗暗度跟亮度吧？这关我本人什么事情啊？我本人不长那样子哦，大家，我本人是白，我本人没那么白，可是我本人也没那么暗啊。刚刚那个是什么东西？不要乱出来闹哦。这个美白不是这样子用的，这叫做亮度，不叫美白，这叫亮度。这是谁？我本人不长这样子哦，大家，我本人不长这样子。哎，我看开100会变怎样？开100，哇塞，这是谁啊？也太亮了吧，好可怕、哦！我们还是适中就好。我刚刚是几啊？30哦，我们还是适中就好。对。这就是亮度，这不是美白啊！误会了，误会了，误会大了。怎么好像突然间是刚刚那个太亮，是不是？刚刚那个太亮，我突然觉得我好暗哦。等一下，我平常开多少？我刚刚看是30啊，好像我突然觉得我好暗哦。我再开亮一点，我开个40，还是50？哎，我开50好了。好像蛮白，哎呦，好像蛮白的，我开50好了。哈喽修明，我开50了。早说嘛，就是亮度可以调，我就不用在那边找光啊，对不对？啊，不过这里的光是不错啦。对啊，这里的光不错，这样不错啊。我是比较黑一点点，我没有多黑，我没有到很白，可是我也没有到黑，我这人是黄白，对，黄白。想走他一圈，更想叫他滚远，他不会站在你眼前，你的痛怎能看不见？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为什么那么痛，还敢拿胸口再挡 ？Ray 的伤悲，我的心已经等你好多年，爱不说满到自己快湮灭，那是无法解释矛盾的世界。谢谢空夜的红玫瑰 ，Hello Shark， 哎，是这样念吗？不是 ，Shark，Hello Google， 嗯，啊，看到哪了？哦，看到了。我也难过的了解，我不配站在你眼前，你的痛怎能看不见？谢谢瑞的行李箱，哎，我没有变黑啦，人好。谢谢 Frank 的红玫瑰 ，Hello Shark， 我没有变黑，各位朋友们，我没有变黑，我只是本身也没有很白。
你在我眼中真的很疼。哦，我升级了，我又升级了，谢谢。我现在是什么？巅峰闪耀。我其实不太记得我以前是什么。谢谢巅峰闪耀。哇，谢谢大家让我升等。生日，哥哥小王子生日哦，明天生日，祝你生日快乐。Say it to the Hamida,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哥哥小王子生日快乐，谢谢 Chris 的掌声鼓励。哥哥，哦，等级每个月快重置一次，我居然现在才知道，怎么那么残酷啊？怎么那么残酷？谢谢哥哥小王子的枫叶。原来等级是每个月洗牌的。眼中真的很特别，可惜却不在我的梦里面。Hello 红鱼 ，Hello 易姐 ，Hello Koala。姐，我不是在这里开很久了，我是有点佛系的主播哎，我基本上不太管那个他有什么规定那些。谢谢果冻九号的爱心小蛋糕，谢谢果冻九号爱心小蛋糕。我基本上就是直播而已，我就是。哦，有人发红包，谢谢 Jessie 九九的红包，谢谢九包，谢谢九包。这个月什么时候？哦，恭喜阿顺才，恭喜阿顺开到一个月粉丝团，谢谢阿顺。对，我只负责直播，刚什么 ？QQ 说 ，QQ 说这个月什么时候过生日？啊，这个月啊，对，他要过生日呢。那个什么？好像24号可以哦，8月24，好像可以过一下生日，好像可以哦，我安排一下好不好？大家8月24，每个8月24，谢谢樱桃猫的红玫瑰，那这样我就是8月24，哦，好像可以哦，8月24，谢谢杨公公的梦幻星座。哎，讲到那个星座，我是金牛座嘛，就你知道，我妈妈刚传了一个，我妈妈是今天传了一个新闻给我说，就是金牛座是最有可能中威力彩的第一名。然后他叫我赶快去买威力彩，可是我根本没空去买威力彩，所以我没有买到威力彩。QQ， 哎，8月24，对耶，8月25，隔天就要公布那个年历票选了耶，选前之夜。对，但我没有买威力彩，我今天没有，因为我本身，而且我本身真的不常买那个，我根本没去买过威力彩，我不知道怎么买，就是我知道是电脑选号嘛。啊，这什么龙哎？谢谢边的小雨滴，哎呦，小甜甜，小甜甜，好久不见。我知道那个叫什么，晚安小甜甜，好久不见，就是选号嘛，自动选号。谢谢 Hello 浪客859。可是我很会理财吗？我觉得我普通哎、欸，普通也没有说很会。好久不见，小甜甜。但是。就我就是很不相信，我就是属于那种很不相信我会中乐透的人，超级不相信。对，所以我很少会去买那些东西。对，我觉得我的偏财运没有很高。不然你们就签那个24好，来不及了吧？来不及了。理财哦，对啊，我现在理财有在。就是多成长一点，毕竟年纪也到了，该是该为自己理财一下的时候。对啊，所以我有在学习啦。不过我没有到很会理财，对，我妹有买吗？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买。唱错段了，哎，怎么没有歌词啊？算了，我们唱副歌就好了。那些没有歌词。My life, my heart is supposed to be brave, but it wasn't even hard to stop.
词。Hello， 朱莉安，谢谢 Himeji 的红玫瑰。Thank you, everybody.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I， 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要播什么歌？我这个好了，真就你妈的，我这个。卡琳娜，四重翠。对啊 ，International，Hello， Ada 是这样念吗 ？Ada 里 ，Hello， 佳琪。面包上课我考试有效吗？有，面包考试大概九月初会考，所以这是我九月很有压力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考面包考试。Hello， 北极熊你好，请大家祝福我。Way back into love， 我会啊。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可是 Way back into love。有男生女生的，可以唱 Way Back Into Love， yeah， 有他，八月底会练习一次，对，Way Back Into Love， 这个有歌词吗？应该有吧，没有歌词我真的是不会唱。祝我考，请大家替我加油。Hello， 水锤，冰火菠萝油，我先考到再说。不要说我抽到千王 QQ。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欢迎你们，你们会唱吗？你们看过这个吗 ？K 歌情人，大家 K 歌情人吗？对，再练一次就考，我们只有办法再练一次。对。哎，唱到哪了？完了，唱到哪了？啊，当时哦，一直呢。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 a way back into love。 到底唱到哪了？找不到歌词。不行，重来。我要找到歌词，唱到哪？我不能跟你们聊天，我会找不到歌词。The way back into love， 哦，没有，叫这个。哦，这我看到，看到。I've been watching but the sun refused to shine. I've been searching but I just don't see the sun.I know that it's up.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不行，我会忘，我要紧盯，我会找不到歌词。Suggestions. All I want to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again, I guess I'd hope that you will for me.紧盯歌词，真的没有，有歌词，可是我找不太到歌词。现在可是掌声鼓励。我们算哪种？随我心情看要播什么歌，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没有背好，我就没办法背这些歌词。Any one of us 谁的歌啊？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谢谢洛克的真情告白。Hello 小河随缘，这什么？哦，这是广告，我想到这什么？大概就30，哪有？哪有不止30首，好不好？我歌单不止30首，我绝对播超过30首歌，好不好？大家，好不好？尊重，给我尊重一点，好像很凶，请大家尊重我，谢谢。31不止，好不好？起码有个35，好不好？起码有个35。这首歌好旧，这首歌我小时候超红的。One day, could it be when I was dreaming about you, baby, you were dreaming of me. Call me crazy, call me blind. Just to be suffering, stupid after all of this time. Did I lose my love to someone better? And that should love you like I do.I do, you know I really, really do. Well, hey, so much I need to say. It's a little bit of a thought. Say you went away. So sad, I do. For me, that's only you. Been crying since the day. The day you went away. Oh, 真不能分心，我真的每次回来都找不到歌词。因为我对英文的那个，我对英文的消化能力没有那么快，所以我会找不到歌词。在哪里？20, 啊！
myself something we'll never have again. I know, I guess I really, really know. Well, hey, so much I need to say. Been lonely since the day you went away. So sad but true, for me that's only you. Been crying since the day you went away. You went away, the day you went away. 哇，又来间奏，我们找不到歌词，我要锁定好段落。I lose my love to someone better, and that she loves you like I do. I do, you know I really, really do. Hey, so much I need to say. Been lonely since the day you went away. So sad but true, for me that's only you. Been crying since the day you went away.We never know what we've done till it's gone. How could I carry on the day you went away? Cause I've been missing you so much, I have to say. Been crying since the day you went away. The day you went away. The day you went away.不行，不能干扰我，我真的对英文感知度没有那么强。谢谢钟颖的麦克风，谢谢空野的掌声鼓励，谢谢猫的掌声鼓励。你们知道就是因为像就是对中文，我对中文比较熟嘛，所以我就算唱一唱回来看中文，我也可以马上找到就是字就是那一段在哪，我可以很快的找到。但我对英文没有那么熟，所以我就是。突然间回来，我要找歌词，不是真的是找不到、欸。我真的是唱英文歌要很专心呢、欸，我真的是没有空做其他事情。不是找到字，是找到字，找到字。谢谢大家，谢谢益生菌的红玫瑰，谢谢益生菌红玫瑰。找到字啊，找到字哪会不见啊？谢谢郑宇的一封信，谢谢益生菌的看好你哦，谢谢郑宇的一封信。想听更多英文歌，你在挑战我的歌曲库吗？谢谢赖亮的行李箱 ，How long when I love you？、哦、我会唱 How long when I love you？ 你们现在是想要挑战我的英文歌曲库吗？你们真的是不要做傻事哦，真的是我连我都害怕，好不好？等一下，我找一下女生本本的，好不好？哎，谢谢博成的心路历程，谢谢博成的心路历程，有没有歌词啊？这个我要看一下，而且还是要女生唱。我要找一下女生唱的，有没有歌词啊？这个呢？这是女生唱的吗？谢谢博成的我是狮子座，谢谢博成我是狮子座，虽然我是金牛座，可是我喜欢狮子，我喜欢狮子。哎，不对，这不是女生版本的，女生版本是抒情的。网络怎么有点慢啊？唱这个应该有，这个应该是了吧？女生版的，是吗？嗯，哦，对，钢琴版，我们差不多点，哪有，我还有，好不好？你们不要小看我，应该还有，应该吧，应该。Hello Sam 阿佳，不然你们还想听什么 ？Hello when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bove you, long as I can。我没有回音了。喂，哎呦 ！How long will I need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need you. Follow the plan. How long will I be with you? As long as the seasons bound you. Worship the sun.
白发。How long will I hold you? As long as your father told you, as long as you can. How long will I give to you? As long as I live through you. Whatever you say,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As long as stars above you, and longer if I may. 啊，不行，我不能分心，我会找不到歌词。你可能快结束吧。心跳两个，我会听啊，可是我不会唱。对啊 ，Hello。超短，可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但它就有点短，它太短了，有点，而且它其实很难唱，我没有那个会靠。哎，还有什么歌？我还会唱什么歌？我想一下啊，英文歌。哎，我还会唱什么英文歌啊？我想一下。诶，我还会唱什么歌啊？还会唱什么歌？我想一下。诶，我到底还会唱什么啊？哎呦，你们有没有什么推荐？英文歌单没了，搬家了，还是等公演吧。A sky full of stars, sky bad boy, bad boy 是 bad boy, bad boy 那个谁，那个妹姐。哎呦，我不知道我会唱什么歌啊。Coldplay 的我都会唱，可是 Coldplay 的是那个啊，男生的有点难，那个，想不到了，啊，那个，虽然我以前也唱过了，那首歌是什么 ？Like a star 是吗 ？Like a star 是 Like a star 吗 ？Love story 我会 Love story 啊。Love Story 是 Like a Star 不是啊？哎，那是什么歌啊？哎，完了，我不知道名字。哎，那是什么？你们知道那首吗？那个曼哈顿情人。哦，对，玉说的对。我竟然连名歌名都记错，我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对，好 ，baby， 只有小贾斯汀可以唱得好，其他人都没办法。Please, just a girl caught up in dreams of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hen we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are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 mean, damn, Cupid's demanding back his arrow. So let's get drunk on tears and gold. Tell us the reason if this wasted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is lamb is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Ooh.
spin the dust within the galaxy. Love is me. If we're not careful, turns into reality. Don't you dare let all of these memories bring you sorrow. Yesterday I saw a lion kiss the deer. Turn the page, maybe we'll find a brand new ending. Where we're dancing in our tears and calm. Tell us the reason this place still unknown.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is land is on the run. We're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u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I saw you out there crying. I thought I heard you call my name. I thought I heard you out there crying. But just the same. And God, tell us the reason this place still on the young. It's hunting season and this loud is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u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Are we all lost u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Yes. 我刚刚那个我头发有自然卷，对啊，我头发有自然卷，我刚刚一刻都不我刚刚一刻都不敢分心呢，使用瑞穗仙一刻不敢分心。谢谢天竺鼠车车的星座打 call 加520，谢谢益生菌掌声鼓励，谢谢空的掌声。因为我刚刚查的那个歌词，他每一句英文下面都附一句泰文，搞得我要很专心看。谢谢奇威的真情告白，谢谢辉仔的掌声鼓励。因为我真的不专心看，我真的会跳错段，你知道吗？他每一句下面都有一副那个一段泰文，就是翻译歌词。对，所以我很认真的在 follow 歌词。怎么办？我太认真在 follow 歌词了，我根本就只是在找说下一段歌词在哪。怡婷今日寿星，生日快乐！怡婷，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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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想到，我要唱了一首歌，《Pretty Boy》，还有 M2M， 我只会唱刚刚那首，我会那个《Butterfly》，找不找歌到歌词啊？哎，我看看啊，这首歌也很舒服，这首歌有点不太……哎，我到底会唱吗？哎，我真的会唱吗？等一下，应该会唱吧？我等一下，哎，我应该会记得怎么唱。谢谢 Jesse 九九深情告白，谢谢。我先找一下歌词啊，完了，歌词找不到，等一下。Brush my teeth and comb my hair.Had to drive me everywhere. You were always there when I looked back. You had to do it all alone. Make a living, make a home. Must have been this hard. 哇，有点不会唱，请看。哦，副歌 ，OK， 好，要副歌了，要副歌了吧？快副歌了。等一下，快副歌了，副歌会唱，副歌会唱吧。
不太会唱。Fly away， 不太会唱。哎呦，不唱了，不唱了，唱另一首。哎，喂喂，嗨嗨，这首歌有点不熟哎，不行，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太丢脸，不行。唱另一首，这首会吧？有歌词吗？等一下，哎，这都没歌词。今天的你值得几颗？另一个，另一个，这首歌比较熟，比较熟，比较熟。等一下，但这我要先找到歌词吧，比较熟吧。一样是那个梦汉娜。哎呦，英文歌很难很难去那个融会贯通，中文歌很比较容易用就是推测怎么唱，可是英文歌就很难去推测怎么唱。对，因为对英文歌的了解没那么深，对英文这个语言。唱到哪了？先找歌词，等一下，先找到歌词才可以唱，不然我是真的不会唱哦。嗯，哎，五十，哎，十一点了，等一下，那我是不是应该先念排名，然后再唱这首歌？好像是哦，等一下，啊，我感觉有一点忘记了，等一下，我先念个排名，等一下。先念个排名 ，Shine Shine the night， 我先念排名哦。我今天迟到五分钟，我今天有迟到五分钟吗？我今天有迟到五分钟。我先念排名。啊，对，这首歌做一下心理准备，心理建设，心理建设一下。第二十名是瑞龙，十九名是玉安，十八名是数学课本，十七名是吐司吐司，十六名是益生菌，十五名是 Ricky， 十四名是果冻九号，十三名是数据门口中的柑橘，十二名是林果，第十一名是四亚棒棒，第十名是 Sam， 第九名是博成，第八名是洛克，第七名是宗莹，第六名是天竺鼠车车，第五名是勇哥，第四名是新莹，第三名是 Ray， 谢谢 Ray， 第二名是Daisy 九九，谢谢 Daisy 九九，第一名就是智，谢谢智，耶呼，谢谢谢谢告白气球，谁送的？没看到是谁？等一下，等一下，啊，没看到是谁送的，他没跑出来呢，
白气球，谢谢你的告白气球。可恶，谢谢你的告白气球，我没看到是谁，可恶啊，家居，谢谢家居的告白气球，谢谢家居的告白气球。好，来那个试试看啊，不一定可以唱得好哦，试试看好不好？不一定可以唱得好，先打预防针。好久没，等一下，有点忘记了，等一下。好久没唱。二人ここで初めて会ったのが二月前の今日だね。キスの仕方さえまだ知らなかった。僕の最初のスイートカフェ。哇，后面更不熟，只有这一段最熟，只有这一段最熟。等一下哦，等一下哦，我先找一下确定，等一下，好，等一下，哇，唱到哪了？無邪気にも過ぎた
是个快乐的句子，你一带走的吗？愛されることを望むばかりで信じることを忘れないで、ゴールの見えない旅でもいい、愛する人だよ、信じるのよ、君と行こう。見るわ見るわ、大家あ、乗ろう、新年快乐、狮子座。哇，现在难了，太久没唱日文歌了，我的那个日文的消化已经变烂了。谢谢一生志的带我去流浪啊！谢谢一生志带我去流浪，谢谢杨哥哥的掌声鼓励。好，我下次好再练习一下。我的日文的消耗程度已经变弱了。谢谢土司土司的真情告白。谢谢土司土司真情告白，谢谢西美姐的掌声鼓励，谢谢 Ricky 的掌声鼓励，谢谢 Jesse 姐的真情告白。我完全就是一个专注在跟着歌词的一个人，就是那个红线，是那个 Gaki 版本的红线。我蛮喜欢这首歌，是 Gaki 唱的，虽然那个都很好听啦，但是我觉得 Gaki 有唱出不一样来。我唱得很心虚，因为我真的是努力的在跟着歌词，我真的是一分一秒都不能落下歌词，而且我在消化歌词。但是我第一段最熟。ふたりとここで、怎么唱？ふたりここで初めて会ったのが、ふたづけ、怎么唱？怎么唱？马上忘记。ふたづき、ふたづき前の今日だね。キスの仕方支えらららら。好，我已经忘记歌词。好，不好意思大家。谢谢空月的掌声鼓励。好啊，我还会唱一首日文歌。不行，我现在有点没有自信，差不多要那个结束了。我现在有点没自信，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那个日文歌的记忆力有点没自信。下次见。好烦哦。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我推荐大家去听这首歌，就是那个新垣结衣版本，就是唱出另一种感觉，就是不同的感觉。我喜欢，蛮喜欢他这个版本的《红线》，你们可以去听。当然，可口可乐所有歌都超好听，推荐大家去听。好好，下次见啊！下次学词，好好好，我下次再好好练。我多听一下，好不好？谢谢牙叔，下次见，拜拜。谢谢，拜拜。晚安，羚羊，晚安，羚羊，晚安 ，Frank。晚安，谢谢天竺鼠特特的，看到你了，要关了吗？对，要关了，有台语之夜，但我台语歌说真的也没有很强。Hello， 沈涵，谢谢 Jessie 九九，晚安，晚安，空友，晚安 ，Gek， 晚安，牙叔，晚安，板桥金城武，晚安，流浪到屏东，晚安 ，Jessie 九九，晚安，土豆，晚安，杨公公，晚安，益生菌，晚安，子俊，晚安，伟邦，晚安，初风，晚安，修，晚安，月下，晚安，牙叔，晚安。到哪了？晚安 ，Oco， 晚安，上岸，晚安 ，Snoopy， 晚安 ，Sam， 晚安，七七八八，晚安，灰仔，晚安，欢迎，但是晚安，土司土司，晚安 ，Neil， 晚安 ，Rex， 晚安，天竺鼠车车，晚安，大灰仔，晚安 ，Emma， 晚安 ，Oco， 晚安，数学课本，晚安，瑞荣，晚安，福福猫，晚安，默默，晚安，空叶，晚安，到哪？晚安，数学课本，晚安，阿顺，晚安 ，Himeji， 晚安，家居，晚安，牙树，晚安，流星麻将，晚安，酷噜噜，晚安，果冻九号，晚安 ，Ricky， 晚安 ，Ray。大家都收到了吗？晚安 ，Chris， 拜拜。晚安，小黑黑。晚安，俊颖。晚安，拜拜。晚安，酷妹。晚安，天主车车。晚安，秘书。晚安，代代。晚安，灰仔。子俊，晚安。晚安，奇伟。晚安，杨秀。晚安，吐司。谢谢。晚安，飞镖。晚安，苏灭笔。晚安 ，Ben。晚安，人豪。晚安，杨公公。谢谢杨公的红梅哥。晚安，初日。晚安，宗颖。晚安。下次直播法师会变吗？我努力，好不好？我努力想起你。哭也没关系，用祝福和但是那是会放弃，我不想忘记你，就算可以，我宁可记得所有伤心。拜拜大家，拜拜拜拜，哈塞桑拜拜，默默拜拜，博成拜拜，
如果拜拜，谢谢 Frank 的掌声鼓励，林阳拜拜，博纯拜拜，牙叔拜拜，洛克拜拜，梅普拜拜，飞吧拜拜，上海拜拜，瑞龙拜拜 ，Steven 拜拜，这首不是泰文歌啦，北恩拜拜，一姐拜拜，River 拜拜，君彦拜拜，一生君拜拜，Ricky 拜拜。对啊，我知道，大家都说我黑发可爱耶， yeah, 谢谢大家，人好拜拜，天主主车车拜拜，终于晚安，丁宝拜拜，博纯拜拜，杨叔拜拜，瑞拜拜，反正卷一条来，喂，不是这样说的，终于晚安，杨公公晚安，大黑晚安，家柱拜拜，阿荣纳西拜拜，日红秋日红晚安，手术牙晚安，晚安 AD 晚安，郑源晚安，杨叔晚安，史努比晚安，公公晚安 ，CJ 一零三晚安，双梦晚安，野仔晚安，哥哥小王子生日快乐，晚安，风亮晚安，博纯晚安，思源晚安，阿奇。晚安柠檬，晚安空空，晚安凉，晚安博纯，晚安花影战士，晚安小凉，晚安吕猫，晚安瑞荣，晚安风亮，晚安大卫仔，晚安空叶，晚安奇威，晚安博纯，晚安 Oco， 晚安大家拜拜，拜拜，晚安人好，谢谢人好，晚安尾帮，晚安大家拜拜，下次见，拜拜。